云，将你们主家市市委市政府不会辜负坚决受害群众的苦难和不管，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钱他们生存起来，他们是只要上交国库，为不了他久的，所以我的相信，我们这个工作做到家，他们会表示一种重视，会给咱们老百姓，会给咱们开始打起来。第五一点，我们就提出来了，核查工作不会无休止吧？我们就给他提出来了，你不要提这一次，我们又该核查了，核查还没完呢，核查工作不会无休止吧？给我们一个准确时间吗？应该能和我们本人见面，对不对？能和我们本人见面，能和我们本人来核实认证。哦，他们说了，那我说啊，时间不会太长了，将会尽快的加大力度给大家的话，因为这个问题的话，刚才孟哥也说了，市委抓的很紧。团长。